40年来第一次。I love you, you're so handsome. 你们这间房子的邪气，尤其是对情人的怨念很深，那该怎么办啊？来了，喂，要不要吃宵夜？啊！不好意思，刚刚在说，不想跟女生讲话，干脆像鬼来电一样，让鬼打给你啊！没事哦，女鬼的话呢？怎么做？